像是在为国民党人的内斗而痛心，你告诉我，我该怎么理解？我们谁都不跟，只跟你。曾文，别放弃我，只要不是十恶不赦，就有可能被拯救。对共产党来说，就这么简单。家には複雑な仕掛けが施してある。典型的なものがもうすでに分かってる。こじ開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ぶち壊せ。11丁も見逃すな。全ての家は地下道でつながってる。人数を確認した後、中に入って捜査を開始しろ。出して出して。ベベ、孩子还小。丹尼，丹尼，哦，来，站起来！好了好了，怎么回事？孩子需要喂奶，离不开身。如果孩子再醒。想喝奶，可是喂不了的。做母亲的，我是什么心情呢？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希望你们。为我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灭杀七元反对？谁都别再说，这是游击队干的。第二，八沙镇都是什么人？姓龚的，姓蒋的，或者别的？对了，我必须表达一下，认识你们是我的荣幸。但张文因为如此，我也会特别小心，你们很难对付。那是你们的孩子们就不会了，所以呢，请大家。尽量帮我解开疑问，我知道这是强人所难。你们可以给我看，给我看多久你们的孩子多久没有吃喝。第一个渴死喝死的是这个婴儿。你肯定是搞错。太君，快走！走啊！
比呢？仅仅只是个两个问题而已，非得要血流成河吗？嗯，占星迷信，我也明白，你们开个这个锅，必然会爆出个惊人的秘密，心理上的确会有障碍的。要不这样吧，我先给你们一些提示。我的副官专门查阅了险局，这里原先连个村子都不算，一共只有四户人家，以打鱼为生。六年前大会战时全都逃走了，来来来，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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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战局稳定之后，一批来自于各地的难民灭绝悉尼们，落脚巴沙并住下去。但是领导的这些人口最多的农家，卫星政府成立之后各地恢复管理，你们自动上修下叶线申请定居，并登记了户口。资料上一共有21户，是吧？由于周边是重要的水路孕育妇女，为便于管理，巴沙破格违建，而且周氏还拿钱帮助你们建设。当时就是派了一个镇长，没有希望。三年不到两个月，这个人去了梅玉山，就是现在的梅瓜湖为止。但是一年四个月之后，因为慢性病，这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病完之后，李宗文就任命当镇长一职。各位，我站的还算相信吧。山田少佐，霸下镇的居民自从定居以来，我们都是安分守己啊。安分守己，不行，娘从来没有跟反日的人士有过沟通，而且我们每期的纳捐那都是如数上交，对不对？不行，你要查过记录的话，你一定很了解啊。对，这些都是假象，故意营造的假象。因为你们掩盖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嗯，别再去辩解了，我很快就拿去站住的。但是先进战队比我们立军的准备还要好啊。哇，哎呀，超妙的锅嫂啊，上帝端的这把武器让我想到1936年新油家少将被暗杀的乌托王。哦，外壳是铁桶，内壁却是玻璃。啊，我没有看错的话，里面装的是常呼吸性的液体，你们中国人叫华西水。
怪不得老天边上有被俘虏一半身体的青蛙。原来志愿分队被灭杀之后，他们的尸体都是融化成浓飞。文大夫，你的医术一般，这是你个极度专家。真人真章恐怕是长期服用你下的毒药致死。可中医和西医的诊断都是慢性病，手段真是高啊。这在地道里找到的中尉军师是英俄翻译官的，这不是被你们扔在地道里的，没必要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啊。英俄翻译官恐怕在灭杀工厂中偶然逃到地道里，但是逃不出去，还是被你们杀掉了。地道里有残留的雌性性器官，说明你们把它生起来之后再杀掉了。地道里面的结构很复杂，你们找到一个人是很难的。这的确是最为快捷的办法。阴人真好，马沙镇近全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那我应该说的话您都说过了。接下来你们告诉我你们属于哪里，为什么灭杀起源分队。我很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啊，你们住在巴沙镇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对你们来说，说起来很难的吧？那这样的吧，我给你们时间，让你们能够认真的考虑，孩子们的命和你们的罪，放弃哪一个呢？别让我不，别让他等了太久。婴儿的生命是脆弱的，好不起，他也是。少佐閣下、なぜ時間を与えるのです。口を割るまで一人ずつ殺していくべきです。秘密がでかければでかいほど知ってる人間も少ないはずだ。ということは誰もが秘密を知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と。知ってる人間は一人か二人だ。だが間違ってやっちまったら後で悔いても悔やみきれん。少佐閣下、この道場は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るか。特別に守りをつけています。ご安心を。子供たちの命を預かってれば奴らもそう簡単には手出しができないはずだ。君は指揮官と
集計所との間を無線でつなぎ、師団本部に連絡を受け取った。増援の要請をしよう。了解しました。山田少佐、我々の通信が邪魔をされましたので、通信上と連絡が取れません。分析した結果、邪魔をされた範囲は約 4.5 キロから 5.5 キロまでです。くっそ、俺たちが知らない軍用設備を持ってるってことか。おい、君はこのまま捜索を継続しろ。
考验我的寒凉，谁也不要考验我的寒凉。马下镇不留一个好人，绝不是坏结果。你是不是你做的首长？不是的。放开我！我交代，我交代，三剑少佐，你放开他，我全交代。你想知道什么，我全告诉你。长虹，你给我想好了，你不稀罕月红，总该稀罕小北吧？孩子们都关在屋里饿着呢，你这是叛敌！闭嘴吧，小月，都到这个时候了，你长居还有什么意义啊？温大夫，蝼蚁尚且贪生怕死，我们这些人的命就不那么不值钱啊？你以为把组织交代出来，你就能换命吗？结果都是一样的。三天少佐，听见了吧？我们的意义不仅只在霸下镇，这一点够换孩子们的命吗？我早就说过，孩子是无辜的。如果孩子们知道是这么活下来的，他们永远抬不起头来。你听见了吗？我们是假的。你说什么？我们都是假的，在霸下镇除了孩子都不是平民，我们都是。我们都是民间秘密招纳的特种勤务人员。长虹，我和我店里伙计老王、王嫂受命前曾自建抗日联队，李存文选拔于象山自卫队，龙家九人兵训营其中龙九为学员，跑掉的何耀珍及其妇女曾受雇于某杀手组织，肖月、沈月红及九坊两名伙计粤北救国军独立团，孙大巴夫妇、甘银才家六人闽东同乡自卫队，温大夫、梅寡妇母女、肖母姥姥、黄有明家三人，田山伟母子、洪万山家四兄弟、刘明才兄弟、徐金武夫妇三合会，秦先生、徐水根家四人、张玉梅三姐妹、王文杰夫妇苏北帮、西阿种家三人、中义联、小中、国民政府。的任务是什么？在霸下镇生活。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生活，其他的我们不知道。至少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七院分队执法了什么？被蜥蜴灭杀，难道影响了你们的生活？长官下达命令，我们就执行。你应该清楚，执行行动而不过问行动，这是一个特勤的基本原则。你们的长官是谁？他，肖月，李同文是其协调人。怎么？别让他们摇一领子！
你们想自杀？啊！说明你们俩是机器人。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的。他不说，你们可以分析啊。山田少佐，我们不知道任务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恪守纪律，从来不去揣测。只要你们用脑子分析，我想得到结论是不困难的。对，我可以打保票。山田少佐，请你对我的女人尊重一些。我哪有话说的？哎呦，狗盼头，我早该宰了你。小野，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是你的女人，以前不是，什么时候都不是。小五哥哥，日本部队为啥不让我们出去啊？我饿。废话，我早就饿了。干嘛呀？害怕了？屁孩子你们，我可不怕，是吧？我为啥不害怕？知道吗？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哎，算了，我就告诉你们吧。我来这里之前啊，看到那个日本老头买了好多好多糖果和点心呢。他跟你们爹妈都商量好了，要跟你们玩个游戏，看你们谁最不胆小，谁最不怕饿，到时候不打招呼就进来，看到谁没哭没闹，就奖励给谁糖果和点心，懂了吗？来睡觉吧，睡着就不饿了。好了没？好了。这回算是打牙祭了，就知道吃了哈。他还知道给赵村长的花妞打洗脚水呢。说啥呢你？说啥呢？你说啥呢？啊！站住！哎，住手！栾山武工队江红英借马屁一用，多谢了。站！哎，姐，他说他是你。说不说？就他娘这点手段，也想逼供？啊！老了！这是干啥？打死我们吧！打死我们，你们就一了百了了。你是我的亲戚，没打你身上是不是？妈的！不打了，你没听他说，他嫌分量不够吗？我不明白，已经有那么多人反叛，光你们在反抗，有意义吗？就算无畏，也不能甘于下流啊！这点精神含义很复杂，你们小鬼子。哪能懂得了这些啊？疼疼疼疼疼！吃！这么嘴欠的还真没见过。
出てけ。繋がれました。通信は続けろ。はい。こちらに通話の欲がある。こちらに通話の欲ある。通信上と連絡した後、何者かに襲われました。1名死亡。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せんので、住むのをやめ、港に戻りました。トスケ騎士とはどんな人だ？目撃したのは1名の女性。別に敵がいるかどうかはまだ分かりません。調査学科、本部との連絡手段が断たれました。戻るもよし、ここに長居してたってしょうがないだろう。怎么样，行不行？我找死的长虎，我这屁股上的伤被这通打又给逼出来了。这话说的有学问，被自己人打才是真正的疼。你他娘的还知道被自己人打才疼。不行，我还得找死的长虎。你说你干这个干那个，你就不看好自己老婆？怎么样，跟长虎跑了吧？滚蛋。这下小鬼子高兴了，王精卫又多了几个追随的。温大夫那话不是虚的，他们真能把事情分析出来。这还用说吗？谁都知道一切都是那个玉扳指引发的。丈夫，当时你告诉屈原精卫，在巴沙镇的历史上有了女人，进宫当过皇妃。那是我瞎掰的。那你又怎样肯定未被公开的王室陵墓就在火上？大型陵墓一般都会留有对外的气口，傻丫捡到那枚玉扳指时正值连天大雨，所以我判断那枚玉扳指是地下水上涨灌入陵墓后被水冲出来的。合乎逻辑。老王的傻丫是在后山脚捡到玉扳指的，就此可以推断陵墓就在后山。齐元准备认出那个玉扳指是公藏的，他们获取以此推测霸下镇有未被公开的皇室陵墓。陵墓和藏宝导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没错，小鬼子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山田少佐，如果综合上一些情况，我倒觉得那枚玉扳指与其说是从陵墓里冲出来，不如说陵墓在人为的转移中不经意掉在了某个地方，然后才被雨水冲到了山脚。此话怎讲？我突然想到一个情况，在前任白镇长死后三年的期间里，李从文和萧月几乎每天深夜都往返于后山。李从文怎样我不知道，但月红对我讲说，萧月每次去后山的时候都要背上一只药笼，说是要采摘凌晨时分的草药入酒。真的是这样吗？假设他们是在秘密转移陵墓里的器物，像玉扳指这类小东西不慎掉落，其概率大于被水冲出陵墓气孔的可能。长虎他们很清楚，特种工作绝不会沿顺直线逻辑，他们把目光投放到第一目标后，会综合各种情况进行证实或是证伪。他们会很快否定后山，把焦点调整到重要的区域。小月，酒坊的那个密室很快的就会被他们掀上台面。
我们在修挖地道的时候，在萧月家酒坊下建造了一间密室，面积与酒坊等大。不过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密室大门已被粘土封起了。密室和酒坊等大，可以堆放一座大型陵墓的陪葬器物。若白镇长死后三年间，萧月和李从文都在秘密地转移这些器物，以两人每年200天，每天3小时的有效时间计算，他们是可以完成转移工作的。事到如今，这倒是个最好的结果。密室大门一旦被强行开启，炸药就会被引爆，地道会因此坍塌，埋葬掉里面所有的人。这跟我判断的一样，山田一定会跟长虎下地道，到时候领头了一万，剩下的就好对付了。所以，不要到后山去侦查，可直接下地道打开密室。宝贝都在那里头。你说的对啊，文大夫啊，我真的很好奇啊。你给前任白舰长下的是哪一种慢性毒药啊？南兰达生完之后，中医西医全都验不出来。不，那不是毒药，那是维他命。因为白镇长他有个怪癖，爱吃虾头。梅寡妇天天给他烧虾吃，顺便在他的饭里头拌了少量的维他命。啊，沙土里含有较多的盐，而且跟维他命相配，等于就是催化剂，高明啊！你真的是高明啊！こいつらを連れて地下道を捜索しろ。好。你们跟我来。淡了昨日的誓言，
是谁布下了韬光剑影？是谁为了谁魂牵梦萦？